梅西打破队史纪录，个人巴萨第33冠。网友：梅老板的队长第一冠，西超杯，巴萨2-1逆转塞维利亚。上半场尾声，梅西任意球中柱，皮克补射破门；下半场尾声，登贝莱爆射破门，小狮子扑出本耶德尔主罚点球锁定胜局，巴萨夺得队史第13座西超杯冠军。西超杯，巴萨2-1逆转塞维利亚。上半场尾声，梅西任意球中柱，皮克补射破门；下半场尾声，登贝莱爆射破门，小狮子扑出本耶德尔主罚点球锁定胜局，巴萨夺得队史第13座西超杯冠军。西超杯，巴萨2-1逆转塞维利亚。上半场尾声，梅西任意球中柱，皮克补射破门；下半场尾声，登贝莱爆射破门，小狮子扑出本耶德尔主罚点球锁定胜局，巴萨夺得队史第13座西超杯冠军。梅西高举冠军奖杯，这是他巴萨生涯的第33座冠军奖杯，超越伊涅斯塔，成为巴萨队史夺得冠军最多的球员。梅西高举冠军奖杯，这是他巴萨生涯的第33座冠军奖杯，超越伊涅斯塔，成为巴萨队史夺得冠军最多的球员。